好，刚刚有点网络不稳。对，然后我刚刚去翻那个纸条，我就看到今天除了是我哥哥的生日以外，也是契儿的生日，所以契儿生日快乐！昨天答应你的鸡蛋布丁，哎，没有啦，就没有答应你，就是我自己说，是我自己说我今天要吃鸡蛋布丁，然后我就拿来啦。可是我是等一下吃完我的东西之后再吃。对，嘿嘿，谢谢傅伟的 love， 谢谢大家，生日快乐！而且为什么我会穿这个衣服呢？是因为我之前呢，我很久很久之前啊，不是很久，就是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有讲过，我会穿一件。很久以前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过的衣服，所以我就是，昨天最后一部的握手会就有穿的，这样子。本来是想要第一天穿的，可是因为第一天呢，我的裙子就是另外一件裙子比较，我觉得那一件比较好看，对，所以我就穿那一件衣服。谢谢星仔的真情告白。对，我都穿了那个裙子，对，所以这一件就留到最后穿。久到人都还没来，对，是很久，是2018年的八月三，好像是8月3号吗？我忘记。因为一件裙子也是好久不见，对，那个裙子也是蛮久的。谢谢勇哥，都很好看，谢谢。我喜欢穿裙子，然后昨天永成也有来，永成说很喜欢我穿白色的裙子，白色的衣服，白色的洋装，这样，而且。今天穿这个裙子是因为昨天来跟我握手的人大家都很最后一步的大家都是比较常见到的大家，对，可是也有很多人最后一步没有来，就是他们写了都是其他的步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看到我穿这个裙子，比如说颁奖就没有写到最后一步，所以他都没有看到这个裙子，他也觉得很可惜，好像是，所以我今天穿了，希望他等一下也会来。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 ，Hello 小鱼，小鱼好久不见，我昨天以为就是最后一步可能有机会会见到，可是还是来不及，而且。就是最近又很忙，所以都没办法来，时间来不及。为什么来不及？我不是那种质问，是来不及，因为那个时间是比较5点多6点，所以应该是比较空闲，就那个时间比较空闲。还有最近就多了一些人来追踪我的 IG， 就很谢谢，神茂便利屋，帮我分享了我，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我这样子，还有的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 B 卡，我不知道怎么念，就很谢谢，就是帮我宣传。这样子说吧，对，所以就多了很多人追踪，多了可能1500，应该不止1500吧，蛮多人。什么 scars， 什么东西 ？Hello， 黄雄毅吗 ？Hello， 小勋。对，我昨天有看到，昨天还是前天也看到小勋，这个我最懂，
啊，这个小鱼最懂，对对对对，不少新粉，我觉得很多的都应该是觉得好看，然后再追踪，不是真的，真的是新的粉丝这样子。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对啊，小鱼很懂哦，因为小鱼看很多美女哦。某静雄加油！我也知道，原先从海外来的粉丝，就是本来是想要参加握手会，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来。对的，这是两年前的裙子。想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在休息室待很久嘛，所以我们都会有便当啊，有一些吃的。然后我们就有很多 muffin 就是马芬蛋糕，对，一人一个这样子。然后我们离开，我们回到公司的时候，就发现还剩很多哎，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姐姐们都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带回家哦，不要浪费。然后我们就都拿了东西回家。我拿了两个马芬，还有两个餐包这样子，这就是半个餐包。还有蓝莓口味的麻芬跟蔓越莓口味的，我都切了一点点，等一下吃。因为礼拜六已经量过体重，所以现在还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我觉得高中生买玩具正常啊，为什么不正常？我也会买玩具啦。没有冰淇淋机，怎么可能会有？超好吃的！对啊，云那个是已经下班了。怎么可能会有冰淇淋机那么爽？有马芬已经很爽了，再有冰淇淋机就已经哇！现在我倒到我的身上，还笑。好吃，很好喝，餐包很好吃，水很好喝，对。下一次啦，下一次握手会记得要来。其实我想要挡住我的肩带，可是算了，挡不住就算了，没穿。谁不会穿内衣啊？白痴哦，哪有当机？买玩具，比如说呢，什么玩具？第五部有窝小迪，我有看到你，有看到数字橘，很好吃啊！我昨天离开的时候吃了两个，然后还吃了可颂，然后又就是，然后又跟大家吃火锅这样。我是女生啊，餐包很好喝，所以很好吃。对，这啥？这我也
吃很爽。新城他们也吃很爽，你没有烤肉，笑死。要说什么呢？我的第五部还是我第四部，反正我是第五列的时候，那个推人也推超快的，超快，根本是不到那个秒数。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连三秒都没有都被推走了，知道吗？所以我都一直。就是他推人的时候，我就一直窝着，我就时间还没到吧，这是我心里在想，我心里在想时间还没到，然后就一直被推，你们一直被推，这个衣服就是因为昨天看到颁奖，就是最后一部好像没有写到我，所以我就有点可惜，所以现在就穿。所以你们下一次记得要来跟我握手，这次没有握，下一次要来握。好，等一下再来。可是也有一些很好的，也有一些超好的，有一些是就比较友善一点，有一些就比较还没有进去都已经开始计时。对，第一列很好。对啊，可能他们是从一进去开始算时间。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要提出的话，可以就是跟营运反映你们的意见之类的。40张。煮过啦，不会是生吃，放心。三列吗？可是我觉得三列蛮好的，三列、四列都蛮好，只是五列有点那个。谢谢尼哥的告白气球。之后有跟好说不要滑倒，你应该听到吧，应该有吧。我蛮喜欢第三列的。Hello 花生 ，Hello 玉超，而且其实我跟外面大家挥手的时候，我有想要就是想要叫牧羊犬，可是不知道怎么叫牧羊犬，所以我就只能挥手，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比狗的耳朵，这样子像猫咪，这样子像兔子，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比牧羊犬的，所以就。其实我是有尝试
想要比牧羊犬的手势，会被骂？怎么会被骂？牧羊犬吗？我叫牧羊犬会被骂吗？没事发生，没有事情发生。我不会叫，可是不知道怎么比狗狗的手势。谢谢小鱼的告白气球。傅维跟博汉是长得蛮像的，可是不一样的是博汉不会窝我，傅维会窝我，所以我就现在有记得比较清楚。真的是很快，快到一个我傻眼。真的有吓到。谢谢氛围的我来先到。不见，他只有滑。嘎仔 ，Hello。他们一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差，可是因为他们都很高，他们很高，所以就是博汉跟富贵都很高。21岁还是会有少女心，就是那种，看到美少女战士还是会觉得，哦，好可爱哦。看到小飞侠还是会很喜欢的那种。对啊，快吃完了，但是超快。女星，因为我，为什么看到阿星会那么开心？是因为，第一是因为阿星给我的感觉很快乐。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好开心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你我都很开心了，知道吗？所以就是会很不自不是不自然，是很不自觉的，很自然的就跳起来了，而跳着跳着都已经窝完那个时间。还有牧羊犬，牧羊犬，我有叫你，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就是要怎么比牧羊犬的手势？就牧羊犬到底要怎么比手势啊？就是这样子，要这样子比以外，我就想不到其他方法。还是我要当一个牧羊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扮一个牧羊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叫错傅维，叫博汉，博汉，然后就认错人。不好意思，牧羊犬很难比耶。这个动作，我觉得牧羊犬应该打勾勾。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因为比较难解释。对。可是知道的都应该会知道吧，大家都会认错，不是？我没有忘记那个意思。坤
坤跟婷婷，对对对，不会认错。还有玉安，玉安我也不会认错。玉安有戴那个斗笠，很特别。阿华不知道围子的意思，你不知道这个意思？真的，我们也会被认错。这个很好懂，对，这个超好懂。然后有一个打勾勾的话，我会就是这样子的在打印这样，你懂吗？就是勾，然后再这样，这就是约定的手势。然后这个呢，这个的话可能某一些人才会知道，对，这种啊，这种啊，这种、啊、那种。小子，对 ，Leo，Hello， 嘉轩 ，Hi。下次要花五张券，等你，小风仔。你都这样，就是约定都会，我突然就比这个约定都会这样子，是不是？晚班可以看，耶，嘉轩 ，Hello。五一笑死，可是因为牧羊犬就比较，我觉得比如说 Kelvin 啊、王子林、牧羊犬、阿华，是好像大家都是不同堆的，就是可能这些比较好，这是比较好，那些比较好，然后对，都对，就是开心就好。不影响大家就好。我等一下要夹我的刘海，它有一个洞在这里，我很那个，很走心。我走心就是很影响我那直播的心情啊！我要把它剪掉。对 ，Kelvin 跟牧羊犬还有阿华都不错，还有王子林，虽然王子林比较不常来。阿华不是边缘人，你有很多小智朋友。凯文说跟牧羊犬吃四次饭呢，啊，这很熟吧，应该很熟吧。看了那个刘海不舒服，就是看到我的刘海这样子不好看的话，我会看到有点不舒服。牧羊犬表示好，我跟 Kevin 吃过四次饭呢，我都不知道嘞。王子林鼻子开刀。他还好吗？他的鼻子应该没事了吧，是吧 ？Hello， 那边的体，傅伟以后会常来。OK， Hello， 静音。我对珍珠奶茶还好，我比较喜欢喝鲜奶茶。走散呢？换狗走散。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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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台。现在要吃，先吃布丁。不是鼻子开刀吗？微微，我知道微微来了。这是跟企鹅的约定，我自己擅自下的约定，生日快乐！哦，食道哦，不是鼻子，我可能是我听错。Hello， 北极星。他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有说原因吗？是吃到什么伤到食道？还是那个胃酸倒流，然后伤到食道那种。啊，他昨天晚上才发现自己讲错，当下没有发现。我们在里面会很热啊。很好吃。说起这个，我前几天也有玩。
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突然这里有，就是已经很晚了，已经是超级无敌晚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睡到一半，然后突然就醒来，醒来之后发现啊，为什么这里有点就是辣辣的？然后原来是那个胃酸倒流，你知道吗？然后我马上喝水，马上喝水，值得。会压力很大，真的会吗？压力大就会这样子？我不会、欸。腻了，对，很不舒服。每一次这样子都要喝温水，然后就让喉咙比较舒服一点。笑死阿如，怎么可能？不是有时候，嗯，喝牛奶又比较好，或者是吃太饱，是不是吃太饱了？你们昨天还吃到饱，然后五一都在那边啊赶，就是赶时间，然后你们就在嗯，我们在吃五一没得吃。可能是压力。那龙明来签到喽！快吃完了，好好吃。昨天的大胃王是尊，昨天的尊很感性，所以我看到他打的文字有一点鼻子一酸的感觉，你懂吗？就是。你懂吗？你们懂吗？你们应该懂吧？因为饭水偶像，你们应该会懂我的感觉。嗯嗯嗯，好吃。下午看到五一的时候，一直问他你来得及吗？嗯，就是很怕他来不及。谢谢付伟的花枝金饰。尊其实怎么了？鼻子酸，鼻子一酸就是那种突然很想哭的感觉。对，你们不懂，哎，你们没有这个讲法。妻儿在吗？生日快乐！那是嘉宏的封面。啊，对，对对对，就是鼻酸，就突然很想哭这样。我知道尊你在耶，你不要突然在那边哭。亲爱的告白气球，我跟你说，跟你说，我昨天就是一到十二点，我就打电话给我哥哥，然后打电话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我不停讲，不停讲，讲到他很烦，然后我爸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因为那时候我跟他在，就是我跟我爸，不是，我跟我哥哥在讲电话。然后我爸就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我哥拿着电话，然后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的样子，然后就说哥哥只顾着打电脑，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在跟他讲电话，然后一直跟我哥讲很多很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这很突然，我说我去装水，然后装到一半，我会说。我大腿好痒哦，然后再抓一抓，然后就是我这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就讲到大家很烦的那种，就讲到我哥觉得很烦的那种。我是这样子哦，就是很无厘头的话，而且是很没有联系的话，就是我一边装水一边说，就夹这样子夹住我的电话，然后说，我在装水，哎，我大腿好痒啊，哎，你是猴子。哎，然后突然讲到猴子，然后就说，哎，我不喜欢猴子。嗯，然后我哥说，我也不喜欢。然后我说，嗯，猴子很像人，很
很吵，我不不，然后我哥说，我也不喜欢盒子，然后就说，我装完水嘞，陪我回房间抓痒，然后我哥好，我要陪你，然后我一直在房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有蚊子？为什么被蚊子叮啊？好痒啊，好痒啊！然后他说，那你痒就抓，我就说，好痒啊，好想吃东西，好想吃，然后今天吃了很多东西，就是我突然就是一直在跟他讲，然后他说，好啊，OK， 好啊，好啊。然后再突然再来一个很安静的时间，就是大家都没有讲话，就是我跟我哥都没有在讲话。然后我就突然，你讲生日快乐，你讲。然后我哥就说，怎么了，那么多？然后我就说没有啊，就是你讲生日快乐，耶 ，Happy birthday， 就是你讲。然后他就说谢谢你哦，一模多，呵呵呵，然后说嘿嘿嘿，一模多，然后他说嘿，我跟你讲，这样就是一直讲一些很无聊的话呢，我就说我睡觉了，吵死了，为什么你要接我电话？然后我哥说哈，因为你打电话给我啊，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去抓羊。然后我就突然说好想大便，然后我哥说那你就去啊，可是我就说，我懒得去，我已经在我的床上面了，我不想走路。然后他说那你明天再去啊，我就说不行啊，算了，明天再去好了。然后我就突然说好想要去尿尿，那我哥说那你去尿尿啊，我就说可是我好懒了，什么结尾，这一个很奇怪的结尾。然后他说你就去尿尿，我就说好吧。然后我就说那我睡觉了，我要去睡觉了。然后我哥说你确定？然后我说对，我要睡觉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几岁？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我几岁啊。然后我就说你自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说23。然后我说23了，这么老了我们，没想到时间过那么快，就是。对，这种都是只有跟家人可以。可是我在直播上面讲，我真的是，这是傻眼。3岁，我哥真的是20几岁了，很厉害哎。虽然我也21，哥哥脾气很好。我不是，我没有把我哥哥激怒，可是我哥就是很棒，就是。你真的是笑，其实我觉得我跟我哥的对话是蛮有趣，很好笑。我真的是傻眼，真的，哇！原来大家已经过20了，然后我哥已经23还没有女朋友，嘿嘿嘿嘿嘿。然后我就呵呵呵，我哥是我的，很可爱的互动。没有，我跟我哥差很少，所以大家是不会有那个不能沟通的状况。我几岁来台湾？我那时候18、19岁左右，其实没有怎么说，虽然我现在21，可是我在这边其实待了大概可能2年多而已。帮哥哥 QQ， 我跟我哥感情很好，哥哥是人生胜利组，被嘴一波。我平常就最爱嘴我哥了，嘴炮我哥，然后我就一直就是跟他讲，一直跟他讲话，然后说好想大家，然后他就说我也是，然后我说你恶心，明明是我先开头，明明是我先开头说我想他们的，就是我想我哥，想我家人，然后当我哥给我回应的时候，我就说恶心，不要。有兄弟姐妹，对，有兄弟姐妹很好 ，Happy Love 我也很开心。还有我也看到青苹果啊，那也看到很多平常没什么时间来看我直播的人，然后都出现了，我都呼很开心我喝水所以其实我也有时候很怕大家觉得我很不偶像，因为我很常就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是不是偶像应该讲的话，就比如说厕所啊，什么垃圾桶啊之类的，所以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就是
不想看我直播，觉得我很怎样怎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 This is me, This is me。你有一个姐姐在直播，在这里，我是你姐姐。怎么了？嘉轩说什么？说是梳子的广东话，说。做自己，做自己很开心耶。冠伟，哦，没关系呀，直播不太能来，有心就好，有心就好。哎，真的，我跟你们说，就是以前呢、啊，什么，就是可能说啊，你不推我，生气，不啦不啦不啦之类，就这些麻烦东西，还有可能会觉得可能大家打字有点啊、看不懂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在握手会面对面讲话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懂吗？就像是那种，国术，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例子，我要用国术来举例。对，就是之前不是一直说国术，那你的字让我觉得不啦不啦很生气的。然后在前天跟昨天的握手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已经这只是一个小事情，这真的不是什么东西。对，真的是面对面讲话比较有那个交流。心灵上的交流，心灵就是对，就是这样，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小叶，对，真的是不一样。而且有看到贤仔也来了，对啊，这都是文字上没办法传达的感觉。所以 Aris 你下一次要来哦。哦，所以我知道你真的是没有时间，而且最近真的太晚睡，你太晚睡了三四点，你的生理时钟都已经太就是太那个，对，懂吗？就是要调回来哦，而且快放暑假，就希望你不要太忙，不要太忙，对，被施压。我也要给你们鞠躬，就是谢谢大家来到握手会，跟我握手。贤仔也是 Happy Love 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切尔东 ，Hello。范范还是紧张。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契儿也很温柔，好不好？契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害羞了，我觉得契儿已经习惯接到我了。不行，不要习惯，好不好？对，不要习惯接到我，不要习惯。你们，对，我也不会习惯见到你们，我不习惯，所以每一次见到你们都是很珍惜时间。看，不能看腻。对啊，很多新的第一次来的人，不能习惯看到我。对啊，玉安一直跟我说加油，而且玉安你。很担心会超过时间，是不是？所以你都很急着要走，我就会，哦，我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先不要走。这是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还有时间啊，先不要走啦，玉安。虽然我知道你很担心会阻碍到别人的时间，可是不用担心，知道吗？我每一次握手会之前都很紧张，然后到了当下就很享受，就很开心。就说你们一定要涂防晒。要跟你们说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昨天不是
都是穿露肩的衣服吗？所以呢，我的肩膀好像晒黑了，好像是真的有变黑耶，我要笑死我才，然后才就是在太阳底下可能一两分钟就晒黑了，我就笑死。然后我走去那个休息室的时候，我说好开心啊，握完手了，大家聊天好开心。然后我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坐，然后姐姐就说，就是工作人员的姐姐们，他们就说小婷你的肩膀是不是晒黑了？然后我就说好像是耶，真的有黑耶，我真的是笑死，太阳真的是太厉害了，会伤也晒伤，我真的是叫了你们去喷防晒，不喜欢涂可以用喷的，现在有那些很方便的直接一罐拿去喷就好了。没有红吧，还是这样。其实淡水站有玫瑰，但是我看到小叶穿的皮衣，其实想说很少看到白色的皮衣，所以我觉得很特别，而且皮衣很不通风哎，所以真的不会很热吗？太厉害了。对，防晒会因为流汗然后就掉了。我的衣服是很久以前的衣服，对，最近大家先休息，我觉得最近大家还是不要骑车，对，因为骑车就很热啊，虽然有风，可是那个风是热的，而且太阳那么大，大家会不会骑到一半然后觉得很晕，那很会担心哎。谢谢星泽的告白气球。因为五一穿的衣服是肩膀是没有露出来的，是吗？Hello June，礼拜六我不知道哎。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我们成员通常是最后才知道有活动的人。大家那边的 Kikasangziku， 还有希望你们喜欢我 IG 的照片，是，是小晴帮我拍，还有梦纯帮我拍的。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个快闪有没有我哎，对，换成桌面的那个很好看哎，那张照片你们不觉得吗？我很喜欢，那是梦纯帮我拍的，他很会拍照，那是没有我的，那你们想去支持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如果你们有时间又不怕热的话。可是我觉得快热死了，昨天的那个握手会真是，我就是大家每一个进来都说辛苦你了小迪，你是这么热还要跟我们见面什么什么，我就心里在想你们才累吧，你们一直就是要排队然后要领券然后排队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觉得你们是太累了你知道吗，你们比我累个十倍吧，我觉得真的十倍有多，因为我们很常就在休息室里面休息啊，所以呢，所以就我就是你们才辛苦吧，你们要跟自己说辛苦自己，知道吗？你们要称赞自己。还有那个影片，就是我突然看到，我就觉得好好玩哦，我就叫梦纯我们来拍，然后我们第一次拍，然后就出现那个，我们都笑死。他说是第一次刷到那个，我也是第一次用，然后就刚好他用到那个字。可是其实梦纯没有到很胖，真的，
它是正常的体重，我跟你们说，是正常一个一般女生的一个健康的体重的重量。可是是因为我们 TTP 的人太就是身材太瘦，或者是太高，那他站在我们里面可能会比较，就站在大家里面可能看起来就像我一样，像就像我站在品涵跟诗雅旁边一样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是瘦的。而且他瘦啦、啊，他是瘦了，你们要多称赞好不好？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们不胖，我们太瘦这样子，可是有时候自己对自己还是会有一个想法吧。我看一下那个什么快闪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有快闪的。而且我觉得我的话，我是看心情变胖变瘦，因为我这心情不好，我就需要用吃的来去调整一下我的心情。如果我心情好的话，那就可以不用那个，你懂吗？我心情好就不想吃，心情不好就会吃很多。我要加个小黑夹，可是我刚刚那个小黑夹掉在地上了。对，其实我之前看到 Neverlucky 他跟我说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调整自己，就不要用吃的，不然一直用吃的就会就是对身体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牧羊犬，我在看那个什么快闪。西门町耶，所以就那个猜拳是什么，就是我看一下哦，猜拳是要在西门町猜拳然后就结束就离开这样子的快闪吗？我懒得看文字，不想看文字。为什么突然叫你？哪有突然？牧羊犬，这是 Waka Waka， 我知道你说那个。是惩罚是吗？对啊，我真的很舍不得用，可是还是开了。嘿嘿嘿，你挖个挖个窝，嘿嘿。啊，不会台语，所以我听就好。不错啊，很薄，我觉得是很方便，不会很重。别笑，你是在给我偷笑吗？笑死！东西被砸毁。你要看他的嘴型，我好想要去。读出来，可是我不能念那个字，我真是快笑死，要羞，要羞的好笑。我在想今天要戴什么耳环呢？因为今天要出去，今天要跟孟纯啊，跟雷姐，跟 SSKR 出去玩，所以我在想
要戴哪一个耳环。可是我的衣服，我的衣服是比较探险系的，所以我还是戴普通的好。好，我自己跟自己讲话，可以不用理我，谢谢。对对，就是星仔说的那个，我就是想讲，可是我不能讲，因为这是直播，所以我都不能讲。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我喜欢的我都喜欢，都喜欢。要修，哎，我最近很爱讲要修，哎 ，bro， 我那个袋子，我一直想，就是想要把它放好，可是它就给我掉下去了，我先去捡一下，等我一下。好，捡到了，回来了。哎 ，bro， 我私底下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有话直说。药水也不是很好的话，我知道它的意思，可是我觉得很好用。几岁女生才算是大姐姐？我其实觉得这看感觉吧。比如说你看到我，你觉得我是姐姐吗？我觉得我个性还是，就是我在 SSK 面前，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就是 Lady 都比我成熟的那种，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是看感觉吧，对，对，完全是妹妹，对，就说嘛，所以没有说到几岁就一定要变姐姐，没有说到几岁一定要长大，就是你就看自己吧，你开心就好，为什么要那个？为什么要逼？为什么要？破自己长大，破自己破什么破破破破破！我因为我昨天呢，我昨天不是戴耳环吗？就是我的右耳，反正我的耳朵一戴耳环，它就会疯狂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右耳的耳洞是不能戴耳环，或者是可能要真的等个一年这样子。其实我耳朵已经好了，跟你们说是已经好了，只是我戴耳环的话，它会这样子爆血，可是也不会很痛。对，又不是发炎，不是发炎，耳朵还没好，其实是已经好了。我的耳朵已经好了，只是戴耳环的话，它就会流血。这种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只要我戴的耳环是那种，是纯银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对，纯银的话都没有问题，可是不是纯银的话就会这样子。平常不碰它是没事的。哦，真的有讲东西。所以右耳还是不要戴耳环了，可是有时候拍照还是会戴啦。平常练习啊，不太需要戴的时候就不会戴，就只会戴左边。对，是过敏，我不能戴那种没有，怎么说，就是右耳啦，右耳。可是左耳真的是没事，是右耳而已。反正我左脸比较好看，拍照也是拍左脸，所以右耳其实没差，不会拍到。对，银的材质就不会。谢谢周的告白气球，有伤口吗？我不知道哎、欸，夹的那一种，用夹的会很痛，耳朵会很痛。Take care， 好啦，会，我会，没事。谢谢周的告白气球，谢谢你。对啊，反正左脸人就是右边没戴，真的是还好，真的真的国术。好，没事没事，大家不用担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想吃，好想吃。
开心的吃。我是左脸人。所以你们看我拍照，我都是拍左脸的。本来就会说中文啊。都好看。谢谢你们。Hello, 公安。回馈。组团。Wherever you are solo 的部分，他是故意跟他弹的一模一样，你们听。大家 never lucky。这个是我先分享给大家，然后 TP 的人都开始看这个了，笑死了，这是很有趣，而且他们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话题，这样子，很认真的话题，不是话题，这个很认真的表演，怎么了？那个 Leo 怎么了吗？真的红到去国外了，这么厉害。拉哪里？拉这个吗？没事没事，他不会那个，放心。你说拉肩带哦哦，这个我就说没差，我是没差。可是你觉得要吗？好，反正刚刚一个小时都已经这样子了，还是我穿个外套，我去穿外套好不好？等我一下。突然吓死你们！我就穿个外套，反正就挡住的。啊，左边掉下来了，没关系啊，我穿了。你看，你们看，哎，我超喜欢这一件衣服，我超级喜欢。那这里可以绑起来。度假模式，对，我超喜欢这一件的，你知道吗？大家都在那边学生水手服的时候，我都穿这样子，然后超级跟他们超级不搭，然后大家都说你是不是要去度假了？然后我说是，握手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度假，也不是一个什么那种，不是那种，就是对你懂吗？你们懂，你们懂。懂就好了，不想说啊，我懒得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解释。这张好看，对，只有我一个人在度假，然后每个人都呀可爱可爱，然后我就在那边，我来度假干嘛干嘛，搞什么东西？没有啦，开玩笑。但很搭海滩的感觉，我喜欢这样子，我喜欢，而且这个马芬好好吃，我好想再吃。嗯。
害了，他的吉他。迷幻音乐，怎么了 ，Leo？ 请说。鼓吧，鼓跟钢琴比较厉害。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就是这么多人讨论。谢谢红包。对啊，他会不会啊，物资的，那可以物资给我们 TP Band 吗？好像，多少会有压力，我也觉得。可是这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想跳，不是想跳，是想看。Wherever you are， 当然是想。当知名粉丝也会有压力。你小迪拉拉阿红，小迪拉拉是什么？是别人的名字还是一位神秘的男生？这衣服超好看，这虾皮买的，你们可以去找找看。有惊艳到，谢谢。其实我钢琴我学到第五级都已经没有再学下去，就没有再考下去，因为我没有考乐理。好的，原来是其他主播。好哦，我这个不是女生的 size， 我这个是男生的 size， 我是穿 M 号的。有点大一点点的感觉。谢谢追踪。真的，我买这一件大概389，好像是这样。因为我是有看他们的评论，然后我在选，好像太便宜我也不敢买，太贵我也买不下去，就找了一个比较中间的。因为我看那个评论再选过。好，等一下再回来。可你们是可以先买一件看看，大家都一起穿这样子啊？不是，先我意思是说先买一件，然后看看那个材质，然后 OK 的话就大家都一起买这样子。谢谢小勋跟小鱼的告白气球。而且它是很，它的料很好，我觉得很好，很值。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怎么样都值得。而且证人很喜欢这类型的衣服吧，是不是？感觉证人穿着很适合，度假风。啊，那我给你们看，它有那个牌子，就是它后面，等我一下哦，这样子吧，你看到吗？证
人马上跟小迪一起度假。你们穿这个，我都穿另外一件，这是我的第一部穿的那个裙子。然后我们就一套哦，虽然他们不是一套，可是我觉得很搭，很像一套。看到，对，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是不是这个品牌？我不知道这品牌应该算是那种可能很便宜就买到的那种吧，就是很100多、200多都已经买到，你们可以去找找看。等一下来找找看。对啊，我很喜欢夏威夷风哎，因为这样子呢，这样子就很史迪奇的感觉，因为史迪奇的家就是在夏威夷。而且你们还说，谢谢小鱼的口罩，谢谢。而且你们就是你知道史迪奇是从就是夏威夷来的，所以就觉得蛮适合的。而且有一些人觉得我穿的之后有点像迪老大的感觉，我说哦，好像蛮酷的哦。Ohana， Aloha。跟我同款一起穿，吃完喽，再一口。再拽一点，怎么拽？拽不起来耶。面包不能吃太多。加油！真的，很日本的那种。啊，现在是怎样？说，哇，有没有啊？不行啊，不行，我不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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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我不行。啊，不是，脚要这样，脚，我的脚这样。哎，我小时候吃饭脚都放这里吃，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说脚要放下来，我说不想啊，这样比较舒服，然后两只脚一起上来，睡不过3秒，对，特效完全不怕，完全没有让大家怕的感觉。来干嘛啊？这膝盖帮啊，没听过膝盖帮什么？这 AKB48 在 TTV 选迪奇的粉丝的名字，他们都是膝盖帮啊，没听过是不是？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好不好？小时候也这样，对，好热哦，穿着之后，而且这冷气不冷，生气耶，好想吃东西耶，可是已经没东西可以吃了。MK 雷的 MK， 呜、哦，谢谢小鱼的很会，有没有？握手券，握手券一张。谢谢小鱼。要处理谁吗？那个阿华他的头发是不是长出来了？帮他处理一下好不好？你知道处理怎么处理吗？那妈剃一个平头就好了，对，这样比较好认。阿华，那他都不用穿那个外套，大家都可以认到他了。我不会啦，每个人收一张，处理一下，处理一下。阿华，赶快去处理啊！那个谁，嘉宏去。哦，剃平头，帮他额头开高速公路。好坏，方文最坏系 never lucky 啊！方文定方兔唔知。
高速公路就是直接这样子，就像这样子，就是机场跑道，跑道对，从这里飞，啊Q Q， 自己黑自己，这样是对的吗？好像，好像是，好吧。我快真的是好热，为什么？为什么这冷气不凉？冷气不凉。你看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喂！好烦哦！我在干嘛？你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啊！好，帮你开一个跑道。一起啊，来呀！谁怕谁？下一单，下一单的发型是什么啊？哦，就是鸡这样子。Hello， 王子，我不知道我刚刚在干嘛，我刚刚在做什么 ？Hello， 很热，冷气不凉，冷气比我还要不凉。我要社长的图片，我蛮好看的，我觉得。谢谢社长帮我们拍照。我是谁？我在哪？完全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是谁？我是谁？哎呦，抖！期待飞翔飞机跑道，我也期待你的阿华。期待一下，我谁？对，阿华要一个十字路口。思雨开直播咯。哎呦，阿小鱼很会讲话啊。我昨天发了很多现实动态，会不会太多啊？感觉有点太多，我看一下我的。好想玩速读，我打开我的抽屉都看到速读，看到速读就很想玩。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我真的是越讲越热，为什么？不会啊，太少了，是吗？现实动态不会太多吗？我知道这个阿修是好像品涵的衣服哎，好像他昨天的衣服哎，很像哎，有还原呢，很可爱哎，没关系啊，穿一下，反正那么好看，对不对？就是我说外套这么好看，不是说我，而是说外套，我喜欢这个。午休，无敌破坏王，对，是那个游戏的。谢谢坤坤的新之冠。